现在那个因为刚刚的脚这个僵硬的很厉害，然后妈妈的脚是靠近腹部的，所以想就请这个按摩师呢把她脚放松，轻轻的推推，现在已经脚已经可以伸到跟另外一只脚几乎都要快要到了，那刚刚是翘得很高，现在是已经脚已经放下来了。这边先就这样子就好。好，这样放到这样。